女婿，您说，妈，您怎么看谁都像女婿呢？下班了跟你说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孟总，别误会。你妈知道你喜欢男人啊？我妈，没事，不影响工作就好啊。好的，我得赶紧留意我喜欢女人，不然身份迟早暴露。 喂，宝宝，下午来公司找我一趟呗。麻烦问一下，南风在吗？哪里来的骚狐狸？肯定是来勾引穆总的。你谁呀？有预约吗？我们穆总可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得了的。我要见南风。哼。 你装什么装？穿成这样，我看你就是想存心勾引穆总。再说一遍，穿成这样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封建啊？你是被裹小脚了，还是被裹小脑了？你敢羞辱我？啊，你！